成日衝緊兩腿風。等住吸後年叫叫阿 Terry 拍出嚟。表演那是在我们的大庆花园，对不对？大庆花园。是的，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哦。全场诗怡将会是浩浩跟李佩芬。好，当然。等一下，不要忘记。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远景哈，2012年第一个演唱会，那是在2月18号在 Pacific Double East。那么你可以呢哈，聆听了好多首呢邓丽君的一些金曲。那么全场主持是我哈，齐贤、郭明亮，我们的表演嘉宾特别嘉宾就是浩浩，还有王雷。那么68、48、38、28，我们在舞台的左边有出售。今天晚上大家如果能购买的话，将可以得到15%的折扣。哇，非常非常的多 ，15%。当然，待会呢，你可以从我们的荧光幕上看到今天郭明亮齐贤出的康桃梨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待会拿到舞台左边购买我的贺年的 CD， 我们的关山庙大礼团，和你大家幸福。新年快乐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求点哦。